这是。刚才是王文林先生对，跟我岳父啊，王文林呗，说了一段啊，挺好啊，我听着挺痛快。高兴，今天啊，嗯，后台有意思，怎么？打刚才好多演员都不在计划之内，对，为什么呢？你像何云伟今天就没来，是，孩子闹肚子，有病呢，闹肚子说怎么办？急得跟什么似的。昨天去天津着凉了，哦，把王月托找来，兄弟你受累，月婆也是闹肚子，全闹肚子。岳父也是到这闹肚子着凉了。哦，他是打天津赶回来的，也上天津，也上天津，到天津胡吃海塞，那胖那样。回来道上就在车上听他们念叨，嗯，这肚子拧着疼了。哟，上厕所吧，厕所锁着门呢。哦，刘先生也闹肚子，好嘛，刘文禄闹肚子，嗯，流坏水了，哈哈，流坏水。岳坡急坏了啊！你怎么弄的？车厢里边不让拉，多新鲜呢！啊，找列车长去了啊！你播音室我能接手吗？播音室出去，不理他根本就想一办法啊！在车厢里边把裤子吞起来了啊！拿笔在屁股上画眉毛，画眼睛，画一脸，撩开车窗户，把屁股探到外边去，吐一泻千里。好嘛，车底有人还说了，哎。大胖子吐了，嗨，像话吗？这今天跟这个网上出的节目单不太一样，是啊，没事儿，这叫特别奉献哦。看今天头里边叫小帆就说了两回，啊，俩叫小帆，他们这么欺负我吗？怎么？啊，我总是叫小帆，他们跟我笑。哦，跑您了，徐德亮，嗯，李云杰。这孩子都坏，知道我今天闹嗓子感冒发烧，使不了这个，还又使不了，嗯，谁说的？哦，您还能来？啊，那好，那好，那好。我没说我能唱。那您前面这铺这么半天，是我说的吗？哎，您那意思就是，你还是让我岳父气的我。好。你们爷俩就甭置气了。叫小帆，嗓子好也能唱，嗓子不好也能唱。哦，也行，一样能唱。那您唱吗？一见公之到领间，不要本宫喜新鲜，斩立功门，叫小帆。嘿，好呀，这齐派的叫小帆，一样，你管他那个去了是吧？没高腔。今天很多朋友打天津又赶回来了，就是让人感动了。哎，对，而且还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啊，头次相见，有新面孔，谢谢您支持我们。对，也有不认识的，嗯，学生叫郭德纲，哎，相声界的小字辈，嗯，于谦老师，没，谈不到老师，啊，没有，没有，没有，干了一辈子了，这时候就一辈子了，要完呢，我是。我看差不多，差不多。什么就差不多呀？反正就是说，干了好些年了吧？哎，干不少年了。没有说您身体不好的意思，不要多想。啊，没这意思。您这精神，一看就能活到死。啊、我还是要死。是，你看，你放心，这个月没事，知道吗？下月就完。不是，我是说，你看后台这么些个得病的啊，这么些得病，你看王月坡，嗯，对吧？川癌啊，川癌呀，这什么？川西癌嘛，是不是？啊，何云伟闹肚子，啊，全这都是刘文步，你流坏水，仨人一病啊！你这找一水暖工给他们紧进什么的，好嘛，是来私扣，有病看去，嗯，有病看去，你别耽误着。那倒是，养病如养虎，哦，虎大要伤人，那可不是吗？一点都不假啊，是不是？没错，现如今医学很发达，嗯。大病小病都能治，能治了，不像过去，嗯，啊，大医院少，老百姓花不起钱，嗯，当然了，我的小病上街上也便宜，啊、哦，街上也能看，头疼脑热，嗯，拔个牙什么的，哎，对，有拔牙的，是不是修脚？哎，是，嗯，街上给仨瓜俩枣就办了，哎，这就能看，但是这个骗人的居多，
哦，有生意，有生意是吗？这里边有假的，哦，这也有假的。哥，你看他写药到病口，净骗人的，哦，这就拔牙似的，嗯。那大横幅挂好了，他坐在那儿摆一桌子，嗯，知道吗？那大盘里各种牙都有，各种牙，哎，大的小的，哦，还有这么大的啊？有那牙那么大个，跟麻将牌似的，好嘛，小瓶子、小罐子，嗯，里头各种的红药沫、白药沫，哦，药膏、药水，还有药啊，花椒面，嗯，葱花、酱油啊，也酱。这点佐料怎么着？这全是佐料的，怎么治啊？太好了，剪子、刀子、嗯，斧子，分凿斧具、大管钳子，木匠改过来的，这吧、嗯？有拔牙的拔牙，没拔牙打家具都干。没听说过，两样掺和着。有这个贪便宜的哦，找来了。哎，牙疼，牙疼，牙疼啊！啊、嗯，张嘴，一张嘴，真听话。大夫拿一电镀的小钢棍儿。钢棍儿，哎，往嘴里一伸，嗯，豁了，哪个疼？嗯，越豁了哪个疼？对，放心啊，嗯，找我就行了。哦，疼吗？我就怕疼，你放心，嗯，我拔牙不脚疼。哦，不脚疼，嗯，不，拔牙不脚疼，脚疼啊，那是不疼。多缺德呀！啊，拔牙脚疼，废话嘛。多少钱啊？嗯。好，五块，五块，你这五块哪儿就五块？你便宜点，你看划价儿。你像小牙还四块，还分大小。你看你这多大个儿？你这个，嗯，放上腰旗扔到排队的就他个儿大。好嘛，比这还大呢。嗯，太贵，五毛行吗？呵，五毛干脆。嗯，来吧，拔了。你看，反正力气活呗，是吧？哦、接五毛钱扔兜里，挣回来。半斤饼钱有了啊，吃饭的钱。坐下，坐下，坐下。嗯，来凳子坐好了。您这不给那大躺椅吗？那是理发馆，知道吗？跟理发馆有什么关系？拿一大老虎钳子。嗯，张嘴。哪个？嗯，这个啊。嗯。嘿，这就蹬上了。坐下，坐下。好嘛，都给蹬起来了。你别跟着我呀！你瞪人家人不跟着你，你坐住了啊！嗨，呵，你是这这走好嘛？背口袋踩着脑袋，嗯，起钉子这是。是我看这也不像拔牙，还得点痦子，痦子这坑人，这怎么也骗人啊？找一个白布，嗯，画一大脑袋，啊对，啊点好些个点儿，啊你打着过喊你，嗯，哎这位，来来来，什么事儿？嗯，脸上这痦子不好，怎么不好？恕我口冷，您说，这痦子克父母，哟，一分钱我给你点了去，花差多少钱？啊，这便宜！父母老亲健健康康的，好好好好好。你搁谁一琢磨一分钱，真的假的？反正心里痛快，图个吉利也干啊！往这一坐，嗯，他打了一小瓶哦，小瓶里边是白颜色的药膏哦，有药膏，拿一个红木的骨头签子哦，拨了出来往脸上给你点哦，点的时候你可记住了，嗯，刚才说克父母这个，嗯，先不点，留着这个，先点别的，哦，谁脸？脸上找点黑点都有的是，那可不是吗？哎呦，这不好，这个克子女。哦，呦，这不行，一分钱的事儿啊，脸上呀，嗯，克兄弟，哟，克姐妹，哟，嗯，克妻子，嚯，克老丈人，克街坊，连街坊都克呀。做卖烤饼的，哎嗨，那刻就刻了吧，那个。刻同学，啊，刻朋友，刻刘文步，啊，这留着吧，留着。哎、好吧，哎，这个以后你得变色。哦，哎呀，这得颜色。哦。哎呦嚯，这得拿车闯祸！哎呦呀，这个得拿飞机闯祸！蹦得了那么高吗？这位点吧，啊，点了1400多个，好家伙，这脸小白点儿，嗯，点好了，把钱拿过来吧。
给钱，钱要过来掖在兜里边，遛弯去吧，嗯，去遛去吧，转悠去啊，一个小时回来，我还回来，真听话，顶着一脸白米饭出去逛街，靠，一脸的白点儿，一个小时回来啊，啊，坐这儿换药，哦，这就换药了，又拿起一瓶来，嗯，拧开了。红颜色的药膏，哦，又是药膏，剥了掉一个白的，嗯，给你点了一个红的，这就换药了吗？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啊，简单，什么区别？什么东西呢？这药呢？啊，就是咱们刷浆用的大白。哦，这大白呀，哎，多少钱呢？啊，反正是买一毛钱的呢，够他使一辈子。太便宜，过上水烧好了，嗯，白的这就是这个红的，红的这个里头，它加上硫酸，硫酸呐，对，完全指着硫酸往脸上烧这肉，哎呦，生往下烧啊！可是他很聪明，嗯，他要是先点这红的，这一千多个点不上，对，点一个就疼啊！你想啊，点第三个前两个都冒烟了，嚯，那么厉害啊！是不是？先点白的，把钱要过来，哦，给你换红的。你要说疼。点了那是你的事儿，这钱可不退。哎，都琢磨透了，是要一个点一个，这一点一呵，这满脸烟雾腾腾，全冒烟了。夹头吧，夹头吧，啊，这就完了。一个礼拜别洗脸就好了。哦，真听话，一个礼拜，一个月你也洗不了啊？怎么？愣往下烧肉，这疼啊！一个半月过去，洗完脸一照镜子，看了五千，肚子一个都没有。好了，这脸大麻子呀，好嘛，全烧成那样了，坑人呢。嗯，现如今行了。现在医学很发达，哎，没有治不了的病，哦，这病就都能治了吗？像过去来说，肺结核死人，啊，那是老病，对吧？对，什么这个白喉是都死人了，哎，现如今很多病根本就不叫事儿，都能治了。到医院去，你想象不到的，是吗？想象不到，很简单病，你看到那儿就治好了。是啊，哎，从里到外没有不行的，里外全行，包括这胳膊腿哪儿都行。啊，这四肢都没问题，没有问题哦。胳膊掉了都行，胳膊掉了还能治？你看他不信，你看，比如说吧，啊，怎么比如？于谦于老师，拿我举个例子，演出散了，哦，大腕儿跟别人不一样，啊，有区别。后台呢有开摩托的，哎，有开金杯的，哦，李金开夏利是，于老板跟他们一样吗？不一样，蹬一飞哥，对，我骑自行车。走啊，俩轱辘啊，可不是俩轱辘吗？往前走，嗯，前面路上有一姑娘，哦，女孩也骑自行车，嗯，把后边一瞧，太漂亮了，哦，长头到后腰上，哼，那小腰就一气儿，嗯，于老师看着爱着，喜欢，你瞧瞧，看看，瞧瞧正脸啊，长什么模样？哇，下着功夫，兔子都是你孙子。这么快呀、啊、快呀啊我跟前儿不看道了，这脸长得跟孟凡贵似的，哇、哦、您瞧我这进肺的，吓坏了，嗯，一捏闸，哎，打车上日啪摔地上，哦，这边来辆大卡车，嗯，打你手腕的日怎么压过去了，从手这儿哎压过去了，哟，周围老百姓吓坏了啊，出事儿压了流氓啊，没听说过超流氓压，不不不，别嚷了，好心人居多呀，那是好心人吗？这个有喊压流氓的吗？打电话吧，啊，一会儿工夫急救车来了，哦，救我来了，车一停，嗯，有打上面下来俩女护士，哦，一米八大高个，哼，青须须的嘴巴，一巴掌宽虎心毛，这是护士吗？这个好看，拧着眉瞪着眼啊，穿一大皮兜子，哦，脚底穿着水鞋，嗯，下来就问哪儿了，压哪只了，好嘛，啊，这个，嗯，打起来，一二三，你是这个扔车上，关门，啊，这送到顺义肉联厂去了吧？是啊，什么就是嘛？我没去过，我就不知道。这是护士吗？带着我就走了。小护士吗？是护士啊，拉到医院去了。啊，抬到这儿来，登记啊，姓什么？
于谦叫什么啊啊都写好了。对呀、啊、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嗯、啊、什么工作哦结婚吗啊离婚没有啊这看个病管着这么些事吗、啊、这我都问详细点儿啊结婚都是干嘛的啊好嘛得过奖没有几岁戴红领巾啊这都写上这管得太宽、啊、孩子别无赖大夫一想先打针哦打针打一针破伤风针这倒对省得感染是来的这个床上嗯哎呦好了有人摁着脑袋干嘛跟这儿撅着嚯大夫过来把裤腰带给解来干嘛这一拖到底还踩一下到地吗你拿圆珠笔嗯这干嘛画一个圈干嘛打针的地方这还瞄准嗯打吧画一圈啊嗯然后把这都涂实了费着个劲打开冰柜嗯把针拿出来、哦、拿过一大桶那个破伤风针药水哦打完了做好了嗯好嘛走这是打针的吗这打完针啊扶起来做手术哦还有手术因为你的手腕子已经被压坏了啊手腕叮叮当当就连着一点筋儿你看看得给你截肢哎呦从这儿切这从这儿切怕感染呢这用那也不能太长了我这个是这还给你换新的呢哦还换哎哎好了拿绳子都捆好了哦有人过来拿手巾捂上你的嘴干嘛大夫一回手把冰柜打开了、嗯、冰柜找了做手术的钢锯这钢锯搁冰柜里干嘛冻着消毒啊这是带鱼什么都有呵啊紫薇薇蓝喇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好嘛啊多了多错差点儿嗯奔你肩膀子就来了锯两边都按好了嗯你捂嘴那个使劲别让他出事啊哦拎着你的胳膊往后走哦走了后边有倒模室倒模做假胳膊地儿哦到这儿拿你的胳膊敲门哎呦呦这闲的吗这不是门一拍啊技术主任出来了怎么着什么事儿哦胳膊一举啊你猜这边都快死了还猜呢还哎真有这心肠我告诉你好玩吗哎主任接过你的胳膊来看看哦手腕子这破了哦这戒指是我的这都骗甭管了嗯拿到后边上仪器、哦、十分钟怎么出一条胳膊假肢跟你这一模一样拿手一摸是肉还没区别一模一样然后你原来这个送后食堂了、嗯、这吃了一会儿功夫拿过来上好了有螺丝哦哦，这还有螺丝。哎，拧好了。嗯，拔过去一罐儿那漆，罐儿换，嘎啦啦啦，嘎啦啦。颜色还得找找，不能看不出来。啊，拿这起这胳膊，这手跟真的一样。哦，就没区别了。你伸手看看，这不你看一样吗？哎，这就是真的这个。什么叫一样嘛？怎么都行啊。啊，写毛笔字儿。嗯，写毛笔字儿能写。你一样，原来写，现在一样写。哦。摊开纸往上一写是以上我看过了全对于谦啊这是老师判卷子我监狱里嗨行了你就甭说写什么了弹钢琴弹琴也弹琴呵弹钢琴打去吧弹去吧哦、哎、打字电脑打字这不是打字呢啊这刻毛豆呢这不许美化自己啊是这叫美化呀、啊、老夸自己了打字有这儿的吗这键盘搁近眼神不好、啊、这太近了这、哎、你练功练气功啊忙活你的你的工作是吧都不耽误是吧你工作才干这个呢不是你气功啊是吧什么气功啊这是挺好啊挺好都能干打架不行啊打架怎么不行您人家骂你打过吗打嘴巴你看你痛快了啊人家比你还痛快怎么人叼你胳膊就跑了哎那就甭打了啊胳膊能好你这玩意儿多少
神奇，这没事儿，腿也行啊，大腿哎呀一样啊，行啊，那技术是一样的，真的吗？你看你胳膊好了啊，你又出去野去了啊，我也没记性，人家待不了，还去出去逛街去啊，哦，看看大好河山，哼，走来走去呀，嗯，这是一什么地儿？大高墙，哦，俩窗户，窗户往外烧水蒸气，哟，拿耳朵一听，哗啦啦有水的声音，有水声，里边有女的说话，啊，二姐，给我擦擦后脊梁，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吧？干嘛还传说中的呀？想我于谦，啊，活这么大了，哦，未曾到此地参观过，这是参观的地方吗？啊，这一点是我很不如我的父亲呢。我爸爸干过这事儿 啊？没有啊？看看呢？嗯、啊，看看跟南道堂子一样嘛，是吧？哦，研究嘛，是吧？什么研究啊？往上爬？咦？怎么了？锅炉房？哎，爬错了。那窗户才是呢。好嘛，下来了。啊！一回头，站着十个保安。嗯、啊，干什么的？扒女澡堂子的。我冤不冤呢？我打。啊，都追，拿着大棍子追你，人儿你跑吧，啊，呼呼着跑啊，跑得这快呀，啊啊啊，兔子都是你儿媳妇儿啊，好，我们家全是兔子，合着快呀，啊，特别快啊，这事儿发生的轻松，啊，三分钟你到公主坟了，嚯，是够快的，上桥，奔机动车逆行道，上逆行，有打对过来一小汽车，哦，拉40吨的那种小汽车，这。小汽车嘛，说出来到你跟前儿，真真儿啊，撞上，眼前一黑，哦，什么都不知道啊，哦，10分钟之后怎么样？你清醒过来了，哦，嗯，没事儿，哦，没撞坏，喝呗，都挺好。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没事儿，刚才明明觉得桥在那儿的嘛，啊，上这儿这是草地呀，啊，怎么过来的？是啊，我有特异功能。不会，这个事儿叫我很奇怪啊！啊，你们那只脚是谁的？脚，捡过来看看吧。甭看，这都蹦过去了，还看什么呀？这只鞋很像我的这只鞋啊，给鞋带解开了啊。哎，这个袜子也像我的袜子哦，袜子扒了，嗯，呵，就是我的脚，缺心眼儿吗？这不是？我这个哦，可能就是这只，嗯，这甭可能了，就是啊，打电话吧啊，又来了，车来了，嗯，这俩美女又下来了，甭提这俩美女了，青须须的嘴巴子啊，一巴掌宽虎心毛，呵，皮兜子啊，大水鞋，哪儿了？好，您听这声，一看是你认识啊，手盘上就是他啊，好嘛，一二三，人又扔进去了，关上门啊。走了走了，嗯，10分钟就回来了，怎么回来了？那脚忘拿了，嗨，干什么来了他们？去吧，到医院，先填单子吧。又填单子，姓什么？姓于，叫什么？于谦，登记，多大岁数？嗯，男的女的，结婚了没有？啊，离婚了没有？这大夫都没记性吗？这有外遇没有？全问。街坊都是干嘛的？啊，几岁戴红领巾？啊，这弄清楚了，都写上，写完了啊，抬在里边去。大夫乐了，啊，又是你啊，来吧，都熟了，来打针吧，啊，哎，好了，褪下裤子来，嗯，这套动作就甭要了。那干嘛？画个圈，啊，还画圈？哎，嗯，拿过针来，嗯。这回多着了，好嘛，飞过来的针跟这立着，啊，大夫过来推药水，嗯，往外拔，没事啊，不要紧的，啊，不就绞掉了吗？对，是截肢做新的，对，打这也打大胯那儿切啊，脚坏了打大胯这儿切，怕感染吗？啊，躺好了打大腿根切，哦，一个人不行，得换大锯，嚯，大俩那个，嗯，那边一个，这边一个，嚯，来回拉，打兴安岭上下来的这俩。一拉喝拉差不多，大夫过来，来别动了，差不多，咔，这不还是踩蛇的吗？这个，看见没？啊，挺好，拿号去吧。对，到门室，嗯，拿你这，噔噔，两回，
外门。嗯，开门，讨厌的这人啊，进来，把鞋袜都脱了，上秤摇完了，哦，拿仪器弄，一会儿跟我出条新腿。嗯，你这个送到金华那边做火腿去了。什么都能做，可哎，新的来了啊，按好了，上螺丝，又上螺丝，找颜色，哎，这瓶晃悠晃悠，嘎啦啦啦啦嘎啦啦啦，老带响。啊，找颜色一模一样啊，这又做成了，好了，治好了，上台阶儿，行吗？这没问题，跟好人一样。早晨起来慢跑，跑步也行啊，那都行。而且这次你了不起了，怎么了？你这回防身有工具了，防身？有人跟你打架，你把大腿摘下来抽的。他人跑，我怎么追呀？这你砍他呀，你砍他呀，拿腿砍啊，砍他呀，这踢后脑勺多厉害的。好嘛，踢不了那么高，平常是不是？嗯。再有一个小麻烦，怎么麻烦了？这个要上飞机。差点怎么呢？你这算凶器，得托运，腿托运，办托运，你抱着上飞机，嗯，下来再领行李呢，领你的腿，太麻烦了，这个没甭说这个，脑袋也一样啊，头啊，能行吗？呵，高科技呀，这行啊，高科技，脑袋，你腿也好了，胳膊也好了，你出去野去吧，是吧？我怎么老出去呀？我跟家待不住啊，闲的吗？这不是闲的，出去玩去吧，是吧？打对过来大姑娘。我这尊呐，我这眉都倒在这大姑娘身上，好看呐，真好看。啊、你站出人家，哎，啊 ，hello， 咦、没话搭了话。姑娘看看你，你有病啊你？啊，还是外地？你舌错腰了你啊？嗯、啊，瞪瞪你，拿手捋了捋这四根头发。四根头发，姑娘。来的时候是五根，掉一根。好嘛，再待一会儿改王文林了。啊。什么得意的？跟这个姑娘出去，你这算行为艺术知道吗？什么行为艺术这是？姑娘骂你，你跑吧。啊、哦，人家追你就跑。哦，穿大街越小巷。嗯，转吧，在胡同里边转半天累了。哦，找一台阶坐那歇会儿，喘气儿。哎，太累了。哦，这是热了，这不是累了，知道吗？怎么这狗啊？是怎么着？歇会儿吧。啊，正歇着呢，后边修房。哦，掉下点小玩意儿了。怎么？一千斤一个钢筋水泥的大坨子，这叫小玩意儿。啪！哦，掉脑袋上了。哦，万幸了，没事儿，把脑袋砸进去了。这是万幸吗？你还纳闷呢。啊？哎，天怎么黑了？我为什么看不到了呢？我这反应慢点了吧、嗯、我为什么能看到我的胃呢？全看见了里头、哦、好奇怪啊。啊，太搞笑了。嗯，你看手一摸坏了，怎么这脸怎么这么粗啊？又是钢筋又是水泥的。啊，一低头咕噜噜掉地下了。哟，一摸领子上头就是你这姓老门啊。哦，这就没什么了，知道了，拍进去了。嗯、啊、喊吧，救命啊！嗨，这甭学了，甭学了，这在腔子里。洪亮，洪亮也出不来什么声了，这个。又来了，车来了。哦，打开门，蹭蹭下俩姑娘。哦，呵，武校刚毕业，一米七大高个，长发披肩，明眸皓齿，穿超短裙才到这，这好看、啊，你看吧。看。这我还看得见吗？这个。你敞开了看，您把我脑袋都弄腔子里去，让我怎么看呢？这个多好看呢！啊，来着你，您来的车来不动啊，来小姑娘来动你，是，哎呦，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啊、给刑警队打电话，哦，叫俩警犬来，啊，买俩贴饽饽拴你脚上，嗯、啊，警犬把你拉上车，好嘛，我狗给蹬过去的。哦，又走了。到医院，填表，姓什么叫什么？嗯啊，多大岁数？嗯，见过什么都写清楚了。老应该记住了，这个砸没了，看不出来是你了。好嘛，从前从前填一遍吧啊，褪下裤子来画一圈，拿过针头来，哎，好嘛，踩住了啊，这套赶紧锯脑袋。哦，没问题，锯脑袋。哎呀呀、哦，先拿撬棍打脖进去，腾撬出来。哦，拿个小锯来，顺着一抓头。弄起来，倒模换一脑袋，打这起你算是好了，死了，那还不死。